F 红木九月份的营收1.89亿元，累计前三季的营收达到12.8亿元，创下了同期营收的新高纪录。展望第四季，反而认为呢，在旺季效应还有马来西亚工厂积极提高生产自动化的利多加持之下，看好红木将会随着产能逐渐增加，营收渴望挑战历史新高纪录。